精彩的片段。好，那我们就刚刚佩大师再热情的掌声，我们欢迎吴尊出场。掌声啊，热情啊，掌声！大家好，刚才谁想我？谁呀、啊？想大家举手好不好？那吴尊看看到底是谁让你？好，没有错，其实吴尊真的是很久没有在台湾跟大家公开见面了，对不对？蛮久了，对，因为最近都在内地拍电影，对，所以有啦，今年有，对，只是说比较少，比较少，之前有，对，这么大的公开场合这样，所以很开心，阳光天使要上，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在这个首映会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进行一下，就是我们到背板这边哈，先来签个名，还有给一些媒体先拍一张照片，好不好？请前面的评委大哥呢，先我们先捕捉一下我们这个个人的独照的部分。